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当什么现场的朋友。大家好，男团 Energy 快为22年再次复活，人气直线爆冲。5月5号举办的唯一一场签唱会吸引超过5000人挤爆现场，活动下午4点开始，竟一路签到凌晨3点才结束。换到老婆柯佳嬿忍不住搞笑上网寻夫之外，更在 Instagram 限动分享心情。该不交代